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云计算技术与应用课堂。上一讲介绍了 IBM 提供的人工智能服务，本讲呢介绍亚马逊 AWS 提供的云计算人工智能服务。亚马逊 AWS 的理念是让机器学习掌握在每位开发人员的手中。AWS 为您的服务提供最广泛、最深入的机器学习和 AI 服务。 借助 AWS 提供的各种 AI 服务，您可以向应用程序当中添加图像和视频分析、自然语言、个性化建议、虚拟助手和预测等功能，而无需具备机器学习方面的深厚的专业知识。每项服务呢都可以单独的使用，您也可以结合各种服务来创建复杂的类人功能。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您都可以立即使用各种快速。 高质量的 AI 工具，这些工具使用的技术与 Amazon 自己的业务使用的技术呢相同。下面呢，简单介绍几种主要的 AI 服务。一是 Amazon Comprehend，Com 它是一项自然语言处理 NLP a 的服务，可以通过机器学习发现文本当中的见解和关系，不需要有机器学习的经验。这个服务呢，可以识别文本语言，提取关键的短语。 地点、人物、品牌或者事件的信息，理解文本语义的肯定或者否定的含义，使用分词、断句和词性分析文本，还可以自动按照主题整理一组文本文件。您还可以在 Amazon Comprehend e r 当中使用 Auto ML 自动自机器学习功能呢，来构建一组自定义实体或者文本分类的模型。 这些实体和模型可以根据您组织的需求进行专门的定制。第二是 Amazon Forecaster，它是一项完全托管的服务，使用机器学习来提供高度准确的预测。Amazon Forecaster 以 Amazon Com 使用的相同技术为基础，利用机器学习将时间序列的数据与其他变量相结合，以获得预测的结果。 使用 Amazon Forecast 无需具备任何机器学习的经验，您只需要提供历史数据以及您认为可能会影响预测结果的任何其他的数据。例如，对衬衫的特定颜色的需求可能会随着季节和商店位置而变化，这种复杂的关系很难单独来确定，但机器学习能够很好的进行识别。在您提供数据以后，Amazon Forecast。 会自动检测这些数据，识别有意义的内容，并且呢生成一个预测模型。该预测模型的预测准确度要比单独查看时间序列数据高出百分之五十。其次是 Amazon Lex，它是一种使用语音和文本在任何应用程序当中构建对话界面的服务。Amazon Lex 提供最先进的自动语音识别技术 （ASR）。 深度学习功能可以将语音转化为文本，还可以提供自然语言理解功能，可以识别文本的意图，让您能够构建用户体验极具吸引力并且绘画交互逼真的应用程序。Amazon Lex 正是 Amazon a l e x 所采用的深度学习的技术。 现在可供所有开发人员使用，从而使你能够轻松地、快速地构建出成熟的自然语言对话机器人，如聊天机器人。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理解是计算机科学领域需要解决的一些最具挑战性的问题，需要根据大量的数据和基础设施培训复杂的深度学习算法。Amazon Lex 让所有开发人员能够利用 Alex 的强大功能。 使得这些深度学习技术呢得以普及。利用这项技术，Amazon Lex 让你能够开发出支持对话界面的全新的产品。Amazon Lex 是一种完全托管的服务，可以自动的扩展，因此呢您无需担心基础设施的管理事宜。再次呢是 Amazon Personalize，它是一种机器学习的服务。 使开发人员可以轻松的为使用其应用程序的客户呢提供个性化的推荐，通过为个性化产品和内容推荐、定制搜索结果以及有针对性的营销和促销提供支持。机器学习呢更为广泛的用于提高客户参与度。然而，由于其中的复杂性。 开发生成这些复杂的推荐系统所需的机器学习功能呢，已经超出了当今大多数组织的能力范围。Amazon Personalize 使得先先前没有机器学习经验的开发人员能够利用经过在 Amazon Com 上的多年使用而完善的机器学习技术呢，轻松地在其应用程序当中构建复杂的个性化功能。使用 Amazon Personalize。 你可以从应用程序当中提供活动流，如点击、页面浏览、注册、购买等等，以及您要推荐的项目，如文章、产品、视频或者音频的清单。你还可以选择向 Amazon Personalize 提供用户的其他人口统计信息，如年龄或者地理位置。Amazon Personalize 将处理和检查数据，确定有意义的内容。 选择正确的算法，并且呢，培训和优化为您的数据定制的个性化模型。Amazon em Personalize 分析的所有数据都保持在私密的和安全的状态，仅用于您的定制化推荐。您可以通过简单的 API 调用开始提供个性化的推荐。其他的常用服务还有 Amazon Polly、Amazon em em Recognition em、Amazon Transc。 Crib、Amazon Translate 等等。Ise, programs, pues Foreign、其中，Amazon Polly 是一种将文本转化为逼真语音的服务。借助该服务，你可以创建能够说话的应用程序，并且构建全新的支持语音功能的产品。Amazon Polly 是一种文本转 Amazon Polly 是一种文本转语音的服务。它使用高级的深度学习技术来合成。 酷似人声的语音，Amazon Recognition 让你可以向应用程序轻松的添加图像和视频分析功能。您只需要向 Recognition API 提供图像或者视频，然后呢，此服务呢就能够识别对象、人员、文字、场景和活动，以及呢检测任何不适宜的内容。Amazon Recognition 还为您提供的。 图像和视频呢，提供高准确的面部分析和面部识别功能。您可以检测、分析和比较各种使用案例当中的面孔，包括用户确认、人员技术和公共安全。Amazon Transcribe 是一项自动语音识别 （ASR） 服务，使得开发人员呢能够轻松地为其应用程序呢添加语音转文本的功能。 通过使用 Amazon Transcribe API，您可以分析 Amazon S3 当中存储的音频文件，并且让该服务呢返回一个转录的语音文本文件。您还可以将实时的音频流发送到 Amazon Transcribe，并且呢实时接收转录流。Amazon Translate 是一项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服务，可提供快速。 高质量且经济实惠的语音翻译，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是一种语言翻译自动化的形式，采用深度学习模型，可以提供比基于规则的传统统计式翻译算法更加准确、更加自然的翻译。利用 Amazon Translate，你可以对面向国际用户的网站和应用程序等内容呢进行本地化。 并且呢，轻松高效的翻译大量的文字。AWS 在 AI 平台和 AI 基础设施方面也非常优越。AWS 推推荐使用 MXNet 作为深度学习的框架，以获得高度的可扩展、灵活且快速的模型训练体验。AWS 呢，可以提供针对 CPU 和 GPU EC2 实力优化的深度学习 AMI。 和 CloudFormation 模板，Amazon EC2 p2 实例当中提供功能强大的英伟达 GPU，这大大缩短了完成这些计算所需要的时间。机器学习呢是当今人工智能活动的先锋，但可能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相比之下呢，亚马逊机器学习呢提供了可视化工具和向导，可以指导用户呢来完成创建机器学习模型的过程。 而无需学习复杂的机器学习算法和技术，它建立在亚马逊公司用于向购物者推荐的商品的相同技术的基础上。以上介绍可以看出，作为云计算巨头，亚马逊 AWS 提供了丰富的人工智能服务。本讲到此结束，谢谢。